啊，他不会，我会选你的。真的吗？因为我 PK 他，把他 PK 掉了，是吗？视频的观众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林国华，我是导演何寿培。举个例子，他一个戏才二三十万的一个新人，不到一年可以翻十倍啊，翻一百倍，不是十倍，你算一下就知道了。对啊，有人愿意，愿意，还求他呢。服装、造型、美术，各方各面的制作费都没有一个演员那么高，差不多是五分之三多是演员的造成，但是制作费才五分之一多一点，不公平，我觉得。华哥可能要找一些颜值比较高一点的，是吧？我就喜欢找一些懂演戏的。人呢，没红的时候都不好看，人红了，整天都觉得他好看。我就比较喜欢有实力的，还有努力的，人。大家喜欢看帅哥啊，看美女啊，那讲，那我的角度会比较偏向这方面的。比较多，所以如果导演来参加你办的这个偶像选拔赛的话，你会选他吗？他不会，我会选你，我会选你。虽然说现在有很多演员是我们的戏里面，能够出来以后非常红了，但是作为我们再去找他们的时候，不是说他们不拍我们戏，是他的档期已经满满的，我要找他都要等，都要等一年两年的这样。通过这个下一个偶像这个节目呢，我觉得能够发现更多的人出来。第一站是北京，然后第二站是上海，起码我能够挑到有二三十个人。很多演员也是就是没有人脉的关系，他演不了戏，也很痛，很残酷的。但是如果网大成本不高，我们可以用他来演这个角色，有可能他也火了。大概我们又求他，但现在我希望跟那些新人也好啊，没有碰上好机会的演员也好，大家合作，共同创作那个艺术。梨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